雅都荔枝的美食很有名，我之前有先来吃过天香楼，就是米其林一星，然后还有那个巴塞丽亭的下午茶，体验都很不错。现在要来吃是米其林的餐厅巴黎厅。现在还没到用餐时间，先等一下。然后他们的厕所有可以梳化的地方，还蛮贴心的。这个是 Morelli， 它的话是意大利的，它会有一点。水的风味没有另外添加进去。寿司的话，可以像是有寿司有在上下两层，它厨房的部分是使用我们的米香乌龙茶调制过，在都直接吃。哎，你没有整个沿着它那个？两条。像的是我们的事情的他。在冷餐的话，我们先让事情吃菜哥。建议先品尝舒芙蕾原味，然后再像享用甜点舒芙蕾一样，再把冰淇淋搭配在那个舒芙蕾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还有甜豆荚，另外在蔬果千层的话就有高丽菜，然后竹笋啊，以及我们的两种芒果，还有前面的白沙。
我们可以先享用我们第一层的冰淇淋草莓丁还有薄荷果冻。享用完之后呢，好，太可爱了。